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千涵的晚间客新闻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新闻是五家上市新兵报道，蜜月行情可期。证交所统计2021年初次募股上市案共有14家，预计年底将再增添三商加购、利基电、永业、上品、阳基工程等五家上市生力军。三商加购之前因 IPO 竞拍单不足而流标，再度卷土重来，已顺利完成 IPO 相关作业，预计11月30日以每股69元上市。由于近来非电子股族群上市后股价多表现不振，因而三商加购上市后的情况也备受市场关注。至于利基电与永业，预计在12月6日及12月8日各以49.88 元及98元上市。因目前新贵价格远高于成销价，再加上分别属于晶圆代工及天线产业，上市蜜月期受到市场高度期待。分享这则新闻给大家参考，喜欢我的影片也帮我按个赞吧。客新闻我们下次见哦，拜拜。